还行。呀，家里来且了啊？不是啥且，他是我亲家，辈分还低啊。你不是？哎呀，这，哎，你不是那谁吗？你认识我吗？啊，对，你俩认识。你姓黄，黄鼠狼的黄。不是，你那个，咱俩在哪儿见过面吗？何止见过面，你以前在钢厂医院里头当护士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啊，我给你打过针。不是什么呢，打过针呢？你在那当护士，我曾经也是那个钢厂的职工。有一次我生病了，是你给我扎的屁针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亲家呀！那一个钢厂一万多人，你说给你扎那么个小屁针，他能记住你们？不是怎么记？不是你大妹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真想不起来。我确实想不起来了。真想不起来。你想想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。咱们厂子赫赫有名的劳动模范，你再想想。劳动模范。啊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孙大个儿。哎呀，他是顺风他爸，他不姓孙。对了，刘长江。就潘长江得了呗。啊，我是钱顺风他爸爸。哎，我大妹子，你怎么总愿意给我改姓呢？不是，那啥，我认识那俩劳模就叫这名啊。对，你认识那俩劳模，我也认识，但是他们俩是省里的劳模，我是全国的劳模。你说你这记性多好，这么些年的事你还都记着呢。人老了，别的事扭头就忘，但是年轻时候干的事啊，那记得是一清二楚。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厂子搞会战的时候，我作为突击队长，带领我们班的弟兄奋战了三天三夜没有合眼，等任务完成了，我就昏倒在车间里。呀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深情地望着我。那眼睛，双眼抱皮儿；那眼睛，楚楚动人。哎呀，那眼睛，哎，那眼睛呢？当时我就在想，我如果这辈子都能看见那眼睛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！你青青，那当时你说你咋不？青青。干啥玩意儿？你那个亲家干啥？刚才我听你说这番话，当时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亲家，实不相瞒啊，年轻时候的我呀比较晚熟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个大眼睛，那个，啊，那眼睛就是他，啊，他就是我的初恋情人。哎妈呀，是你的情人呐！哎呀妈呀，那啥，大嫂啊，你家有客人，我得回去了。哎，妹子，你别走。瞅瞅你说的，把人说的都待不住了。妹子，姐问你，你上我家来干啥来了？哎呀妈呀，这一着急呀，老米大嫂，我把正事都给忘了啊。那啥，我老头在世的时候啊，给我留了几个专治不孕不育症的偏方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先一边去。大妹子，你刚才说你老头不在了。啊。那这么说你现在是单身呗？算是吧。那你一个人过得咋样？一个人过得孤单不孤单？你该找得找啊，人到老头一定有个伴儿。伴儿，你消停点。亲家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矜持点行不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人家有对象，就是俺隔壁老王。还有对象了啊？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不是，人家有对象跟你说啥呀？你是人家啥人呢？我是他初恋情人呢。你妈倒，我不是打击你，你跟人家在一块儿，你俩就是一个骆驼一个猴，在公园里头你俩都不能关一个笼子里，根本不合适，知道吗？妈，你
你矜持点。大嫂啊，那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不是妹子，那个、大妹子你站住。那个实在实在对不起啊，我以为啊这辈子再也不能见到你了，可是我真没想到在我亲戚家突然看见你，我心里多少有点小激动。是，我承认我年轻的时候吧对你是有想法，是吧？但是我这人呢一向呢是吧，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儿，完了呢不敢跟你表白，是吧？完我就寻思啊，自己呀、啊、干出点成绩，干出点成绩之后呢我再来找你。于是我就努力工作，由区劳模干成市劳模，由市劳模干成省劳模，由省劳模干成全国劳模。当我从北京领奖回来再去医院找你，听说你已经结婚调走了。那个大哥，没想到你为我默默地做了这么多，但是事到如今我也只能说谢谢。你客气了，谢谢的应该是我，是你让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美好的梦想和回忆。对对对对。不是你在那笑啥呢？大妹子进屋都这么长时间，你咋不知道给她沏杯好茶呢？啊，你看我忘了，你俩坐，你俩坐，我沏茶去啊。不用，一定要沏最好的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大妹子。请坐，大哥你也坐。哎哎哎哎，大妹子，你挺好的呗。大哥，我挺好的。嗯。大哥你不也挺好的吗？我挺好的。大妹子，你真的挺好的呗。大哥我真的挺好。大哥你除了问我挺好的还能问点别的问题吗？能。大妹子你确实挺好的呗。我确实挺好的。大哥我看你也挺好的。我不好，我特别不好，这几天的脖子咔咔直响，脑袋还迷糊，你说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哎呀，那你是颈椎有毛病啊，我给你开点偏方，你再找个按摩师给你按摩按摩。哦，那你这样行不行？你呢给我按吧按吧，完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俩钱也可以。哎呀妈呀，看你说的，老米大嫂跟你是亲家，咱们当年又是一个工厂的工友。哎呀，那提钱那不是外头了吗？那啥来啊，我给你按一按，你坐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好好，嘿嘿。咋坐地下了呢？坐这儿。我哪知道你又挪了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呦！呀，你这颈椎真有毛病，哎、是吧？茶来了，茶来了，哎呀，喝茶。哎呀，我的亲家，我的哥哎，你厉害嘞！我就沏杯茶功夫，你俩就这程度了。老米大嫂啊，啊，你亲家这颈椎真不好，要不能不孕不育，不是，要不能迷糊吗？这是脑供血不足。是是是，嗯、那个大妹子，我不让你白摁啊，我让你听一听。咱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啊，还有咱们年代的。你咋老往下出溜？你不砸我，我能出溜吗？哎呀！哎呀，当年咱们工厂啊，一到午休的时候，那广播喇叭就放这首歌，大伙儿可爱听了。是，我也爱听这老歌呢，一听就觉得亲切。一听啊，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可不咋的。那啥，是不是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？对对对。那个大妹子，你想不想听你那个时候唱的歌？啊，妹子。你当年还会唱歌呢？哎呀，唱的不太好，全市文艺汇演
我就得一等奖。哎，想不想听你的录音？你有吗？当然有了，快给我听听。哎，你在台上激情四射演唱的时候，我抱着录音机在台角那给你录的。哎呀，为了追你，我没少下功夫。哎呀妈呀，你真是用心良苦。来，给我听听。来，先给我听听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，我应该先给谁听？还是先给他听吧。算你懂事。来，那个时候的音质啊，跟现在没法比啊。你这样，你戴上耳机听，重温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啊。我这600度大灯泡子感觉有点多余。大妹子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有这样的画面，咱们俩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聊着天。我累的时候你给我揉揉肩，你累的时候我给你捶捶腿，你说多好。好，真好。哎，就你处那个对象我见过，是吧？脑袋上没毛啊，那叫脖腔子，离远一看像端个扒拉皮的鸡蛋似的。哎呀，你跟他不般配，长得太磕碜了。这样，你把他踹了，咱俩重归于好，好不好？真好。那咱们说好了啊，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真好。我在那站着半天了。不是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。我不聋我不瞎，我听见我还看见了嘞。你刚才说啥了？我就说点心里话。拉倒吧，刚才说什么你忘了。还好，真好。哎，老王大哥你来了。哦，快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哎，不用介绍，我认得，那不钱顺风他爹吗？啊，对呀。怎的，你刚才说啥了？那俩是亲家啊，那是实在亲戚。你说我这个样，你说我在这不多余吗？你说我是应该安静的走开，还是悄悄的看？老王啊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不是误会了，哎呀妈呀，不是误会了，我现在又觉得我这个生命啊，哎呀，我这生活呀，哎呀妈，苦死我了。对，我不是，我认识你，你就是那个隔壁老王吧？老王就老王呗，你架个爸干什么？哎，君子动口不能动手啊！动口我咬死你！你先听，老王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真误会了。我误会。你听我说，人家我亲家和这个黄大妹子，他俩是一个工厂的那个工友，今儿赶我这巧遇了，正赶我亲家颈椎不好，他呢又会点中医按摩，这不就按两下子吗？有啥呀？你拉倒吧，那是亲戚，你肯定想他，我都看见了。妈呀，那个东西，哎呀，妈呀，烧死你！老钱大哥呀，你到底说啥了？我哎呦喂，表演艺术家，哎我啥呀？不是，我可以让你回忆回忆，对不对？他说的，哎呀，你那个对象啊，隔壁老王啊，就像扒了皮那个鸡蛋啊，你不要跟他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真好。啊，咱家扒了皮鸡蛋这么漂亮啊？完了还有，哎，要不，咱俩好吧？你说好不好？你好，真好，这不都你说的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这，你吃醋了是吧？哎，我说好，我是说好了，我是说歌曲的旋律好，我是说歌词好，我是说当年的感觉好啊！你说这我戴着耳机子，我也没听着他说啥，我啥都没听见呢。哎，就这你就吃醋了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你啊？这个老头太坏了，我呀，太坏！你看你个亲戚太坏，我差不点就弄够了去，我呀！你为什么不长个？你知道吗？就姓眼的拽的，你长不上来了，你啊！哎呀，我说亲家呀，刚才那番话真是你说的吗？你是不是真对人家动歪心眼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人家俩人可处的好好的，你可不许给当街插一杠子。哎呀，亲家，你放心，我是那种格局小的人嘛，是吧？哎，这鸡蛋，你过来。还是扒着皮儿的鸡蛋，是不是？
不能再扒皮，再扒皮出油了。你说的那是选举。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说。是我承认年轻的时候我是喜欢的，我想追求他，但是有了贼心没有贼胆，说怕他拒绝我，我寻思再也见不到他呢，没想到今天在这见到他了，完了我就把我年轻的时候想对他说的话说出来了，我心里痛快痛快而已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你现在和他办没办证吧？没办呢。对呀，你没办证，那我就有机会。哎呀，老钱大哥，我刚才态度已经很明确。你听，哎呀，大妹子，我跟他开个玩笑啊。兄弟，你记住了啊，好好对他，不要给我留任何机会。你放心吧，这点我肯定做得满满的，做到。很好，很好。来，大妹子，这个送给你。这里边录的都是你当年演唱过的歌曲，如果你想那个年代的时候，你就好好听听他。啊，老钱大哥，不说了，啥话也不说了，说了也白说啊。这样，祝你们幸福，我走了。老钱，哎呦，想不到你这个人挺好的。你给我少给我扯犊子。不是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跟你吹，我如果以后再找的话，肯定找一个比他个还高的，哎呀，比他还漂亮的，哎呀，比他还年轻的，哎呀，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我都不信。走了，哎，回来。不吃了，第一油没赶上点儿背，第二油又没赶上，我找个地方哭会儿的。老钱大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家邻居啊，他也是单身，条件比我还好呢，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。哎呀，妹子，快点撮合，这个是好事啊。对，是好事。哎，老钱，今天中午我请客，吃完饭之后我们跟你一块去相看相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再吃饭了。我这人点非常背啊，第一油没赶上，第二油也没赶上，第三油我坚决不能错过了。大妹子，走，帮我相对象去，走走。哎呀，你说还是个急性。哎呀，怎么看着哥们走了？松手。哎，松手。哎呀妈呀，我也跟着凑个热闹去，看看那老太太长得有我好看呗。